立院又开战了，观众朋友，今天晚上我们给您看到，哎，原班人马，哎，院长，又是韩国瑜，又是柯建铭，而且一样在朝野协商的现场。哇，这一次你看到导火线是什么呢？在朝野协商。结果柯建铭邀来钟嘉宾出席，被韩国瑜请出去了。哇，老柯火大开炮，呛韩，你给我小心一点。韩国瑜他也非常罕见的做出这样直白的反应，为什么搞到这个场面呢？报告后随即进行正常
三位的咨询人是由国民党推派的三位，民进党推派的三位，台湾民众党推派的位进行咨询顺序：一、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台湾民众党党团的顺序轮流交叉方式进行。施政方跟个人咨询是登记，起于5月24日星期五至6月7日星期五办理。有关咨询期间之顺序及人数，均依授权议事处办理。当日会议不处理此提案。二，本次第一会期延会至113年7月16日星期二。以上报告完毕。报告院会，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请秘书长宣读第一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一会议第13次会议议事录，今天中华民国503年5月10日上午9时，上午9时11分，午夜11分上午一定要的吧，啊，稍微。由公会商新条例第64条，请询问。
程序，然后开始倡导去努力。第十一案，本院委员王志祥等十六人据《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失调第一次改造为中山桥及首任陈淑梅会议的第一次将生命管理中上的第四版及版式两两会审查均完毕。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范宇
等十六条文据，公费法第四条及最终条文修正法及询问，请受福科技研究协会将受惠股的优先环境如何审查，据表弟。第二十八案，本院委陈玉珍等十六条文据，中华民国国立纪念与前瑞士司法条文审查，请受福科技研究协会将废弃如何审查，据表弟。第二十九案，本院委陈玉珍等十六条文据，公务人员退休基本工资法第三十七条等修正草案请审案，请受福科技研究协会将司法其他事由核审查，据表弟。第三十案，本院委王美等十七条文据，就业服务法第七十六条等修正草案请审案，请受福科技研究协会将受惠股的经营价值如何审查，据表弟。第三十一案，本院委科技部的十八条文据，真实价格及保障法三第四十条之一条文草案审案，前述劳动界及协会将受惠股的优及卫生环境如何审查，据表弟。第三十二案，本院委科技部的十八条文据，学校法人及其所属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及学资遣条例第八条等修正草案审案，前述劳动界及协会将保持劳资交减的话，如何会审查？第三十三案，本院委科学院等十七人据，公立学校教学退休老板没有在上面啊。第四条、第三十四条及第三十九条的文书在场提审。我就看到许玉珍、许玉珍、杨琼英跟那个跟张家俊的。第三十四案，本院委科学院等十八人据，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的文书在场提审案，前述的会进行劳教教学文化委会审查。第三十七案，本院委邓小平等十八人文具，国军退伍役官兵辅导条例三第二十七条之二条文草案审案，前受理会建议行政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廖先祥等十八人文具，退伍役官兵辅导条例第十六条等修正草案审案，前受理会建议行政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三十九案，本院委郑天才等十七人据，国土计划法第七条、第三十五条及第四十五条等修正草案请审案，前受理会建议行政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四十案，本院委郑天才等十九人据，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六条等修正草案请审案，前受理会建议行政交教育文化建设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四十一案，本院委丁学忠等十七人文具，国土计划法第四十五条等修正草案请审案，前受理会建议行政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四十二案，本院委丁学忠等十七人文具，李长明人事条例第三十五条等修正草案请审案，前受理会建议行政交司法其他事宜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四十三案，本院委丁学忠等十七人文具，财政疏失划分法规的条文修正草案请审案，财政委员会建议行政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四十四案，本院委徐宇贞等二十五人文具，于会法增订第五十一条之三条文草案请审案，财政委员会建议行政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四十五案，本院委徐宇贞等二十四人文具，于会法增订第四十九条之三条文草案请审案，财政委员会建议行政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四十六案，本院委徐宇贞等二十五人文具，发展观光条例第四条、第五十三条及第七十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案，财政委员会建议行政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四十七案，本院委郑天才等十七人文具，所得税法规的条文修正草案请审案，财政委员会建议行政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宣传递。第四十八案，本院委李院秀等二十三人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及第五条等修正草案请审案，财政委员会建议行政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员会审查，宣传递。报告
项第四十八案，现有国民党党团第一进步二组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好，反对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我们按零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院异常安全维护及管理要点第七条，会议时委员不得携带麦克风、旗杆、棍棒、喷漆、弹类、汽油、刀械、武器、爆烟物以及与议事无关的物品进入会场，并不得破坏议事设备。敬请各位委员。
剧的太少，刺客太少，那个刺客要多。哇，这么难！其实上面有一个时间点要在上面，就是要抢，不用那么辛苦。如果有三四个都要跳进去，是它中间。今天秀玲带我们来看到，有没有让人家感觉到一点点挖洞要给韩国瑜跳，绕人来现场，韩国瑜一见到危险绕开，结果搞到老柯更小登上去啊！这个简直是武林高手的过招哦！柯建铭最近真的很奇怪，各种怪招出尽哦。到三更半夜写了一篇很长的文，说台湾快要变成希特勒、墨索里尼执政的时代了。然后呢，又说现在全台湾的希望、国会的希望、民主的希望，就在韩国瑜的一念之间哦。于是这一场朝野协商，他就展现出他想要感化韩国瑜的这一个怪招。那花了三个半小时，最重要都在吵什么？这个朝野协商里头呢，是大家在党边协商说赖清德要怎么来立法院报告这件事情，到底是要即问即答、依序问答，还是怎么答这件事情哦？那你出去协商啊，有什么好吵的？老柯是有备而来哦，因为他就一直认为这件事违宪嘛，他就不想让赖清德到立法院嘛。但是其实赖清德是非常想来的。我昨天访问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吴征说赖清德很想去，他跃跃欲试想到立法院，他现在唯一不想让赖清德到立法院是柯建铭，所以呢，在这个协商当中就出各种怪招。一开始呢，就跑出了一个钟嘉宾，钟嘉宾不是党鞭，不是负责协商的干部，他为什么突然冒出来呢？哦，他说哦，我以前当过国大代表，我知道总统到国民大会来这个国情咨文后面的问答统问统答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来分享一下我国大的经验。然后呢，韩国瑜就傻眼了，你没告诉我你要来，你突然冒出来，然后你坐出来跟我说你要发言，那要其他的蓝白在野党的党鞭都听你在那边分享你的国大经验吗？那于是韩国瑜说不行，那钟嘉宾你先出去好吗？我先问一下其他党，尊重一下在野党，人家愿不愿意听？然后呢，老柯就跳起来了，他说：“哎，你小心一点，你怎么可以叫一个立法委员走出会议室？这个是哇，立委的权利耶。可是问题是。”你要来，你也要邀然来，不是不行。你要跟院长报告一下，你跟大家取打个招呼，结果你用突袭耶。对，所以韩国瑜就说你突袭我，你没先告诉我。结果呢，老柯说我不跟你玩这一套。那韩国瑜真的急中生智，我觉得他真的是武林高手，他非常聪明。他跟柯建铭说：“你说钟嘉宾有国大代表经验，要来现场分享。你知道我们立法院里头的113个委员，还有其他两个人也有国大代表经验。那个人叫杨琼英跟赖世宝，那你要不要叫他们一起来啊？有经验的大家一起分享。”否则你先通知我，也可以请在野党把杨琼英跟赖世宝一起来嘛，要分享大家一起来啊，有道理。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老柯就生气了，而且呢，老柯现在唯一在国会的希望就是韩院长了。那他就说呢，在他立法院三十几年来没有遇过这么艰困的这个立法院，现在就要靠韩国瑜能够公正的站在他那边了。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在白天下午吵了三个半小时，来 keep up， 晚上回去就认怂了，发了这一篇文章了。对啊，因为他现在唯一愿意听他讲一些冷笑话的话的，只剩下韩国瑜。其实韩国瑜是非常有耐性的啦，跟他讲说，他后来也没有叫钟嘉宾出去，因为他就说这个怎么可以叫国会议员这个走出会议室、赶出会议室呢？这非常没有尊严。他说好吧，那钟嘉宾你就坐在这里听。然后呢，他就把这件事情问大家。那难道钟嘉宾来讲，赖世宝跟杨琼英不用来讲吗？于是这件事情就说，那就隔到下一次。如果要讲，大家再来讲哦。那柯建铭最近在立法院里头，的确是有蛮多疯狂的这个行径。从这个老天有眼以来，他在这个三更半夜一直在讲台湾要灭国了、亡国了，
都让大家觉得柯建铭你到底是怎么了。好，伟汉，我们看到立院又开战了，结果又是韩国瑜，又是老柯。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看到后来有一点点老柯故意绕狼，然后呢要韩国瑜请君入瓮，可是被韩国瑜识破，灰向跳灰。结果看到老柯败阵，再加一啊！今天你被邀请要去参加生日宴会，你要把你的小孩、隔壁的亲戚、你的大细孙呢，好杀进公公进不弄出来，烂三呢啦！你可以先，你可以讲嘛，先供啦，你包大包一点，整桌给你嘛。民进党应该是三个啊，就是柯建铭、吴思瑶跟庄瑞雄啊，那得谢杰迪啊，钟嘉宾啊。好，那为什么要这样？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一次昨天下午的协商是要讲两个，一个是花东嘛，另外一个就是总统到立院国情报告，到底要怎么样即问即答，统问统答，是还是依序回答？结果呢，柯建铭讲说，问一个钟嘉宾，他在黑国大屋啊。他要把它修到变成权力都到立院去的时候，他是国大代表啊，你总是代抗啊，所以叫他来说明。OK， 但是你要跟院长讲啊。来，我举个例子，我就讲完第一题了。记不记得这一次的立法院开议的第一次朝野协商？哦，我记得啊，民众党本来是三个人，来了五个。陈超子，对对对，奥利来，我们哎、欸，我跟居然哥没有对哦，为什么？弄得空气很不好哎、欸。陈超子就不高兴嘛，是我那投票投错，你为什么要污蔑我？对，所以他就找了林国成监票人跟我，我要去说明，对不对？嗯、当时柯建铭讲什么？你是不可以来的。柯建铭当时不是讲说你不能来吗？因为我们就是三个人，是你是党团三长吗？你为什么在现场？对，所以同样的道理，来，观众朋友哈，今天立法院长是谁？韩国瑜啊，韩国瑜嘛，是啊，谁主持这个政党协商？就韩国瑜啊，啊，你主持政党协商，立马给他供着，你没有跟他讲，以后这边都三个人，你四个人，他要不要讲一下？对不起，等等，你的第四个人不能在场。所以韩国瑜没有在打压钟嘉宾，他意思说对啊，你嘛，大家拢傻的啊，你哪戏耶？是，所以不好意思哦，我可能要请钟嘉宾委员离开。这个柯建铭就讲说，你小心一点哦。把委员从议场赶出去是何等大事？不是讲这个确实哦，确实听起来很严重。可是等一下，你要请这个委员来说明。朝野协商，你要各党团都同意啊！我们今天有个专家在嘛，对，我们就要请教请教周万来，还有一个，哎，我马上可以讲了，黄国才就是啊，因为你今天朝野协商如果讲花东，现在特别聊地交通嘛，交通部长要来、啊，所以如果到时候党团三长都帮我们请部长来看可不可行，所以他在旁边 stand by， 是，那是不是都知道有他在等 ？OK 嘛？那大家都知道仲裁兵准备解释国情报告吗？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呢，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他不是要去针对仲嘉宾，他只是说你怎么突然多一个人啊，对不对？不好意思，哇，我可能要请你离开，好，所以就压起来，好，他讲说，哎、欸，你这样子我很尴尬。你没有跟我说有人要来啊，好不好？那最后呢，韩国瑜院长说才是说，立法院里面当过国大代表不是只有钟嘉宾啊，你要说懂，很多人都懂。那你要请他来，你要说，我才能跟另外其他两个党团讲清楚，才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最后呢，就让钟嘉宾委员在场，但是不发言，以免不公平。所以啊，今天应该是说，在院长在另外其他的党团三长不知道情况之下，你把钟嘉宾给邀请来了，你看喽。韩国瑜为把人好好啊讲，伊无甲你大细声扫，拍声扫哦，结果拍声扫还是老柯。最后你就看到这一场有没有一点点老柯要来闹事的感觉呢？所以韩院长基本上就是软中带硬，对，所以他是很坚持，你不能讲话，否则要离开。然后呢，但是他的态度都很软，对呀、啊。然后对于在现场哭等了好三个小时的这部长嘛，你选公来，我都要请上来报告啊，对吧？就后来因为都在吵嘛，所以最后他根本连发言都没有发言。所以韩院长也有记得，就是在场边等候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不好意思，让你等一个下午，非常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就对韩院长他的手腕啊，哈，该硬的时候硬，可是即使是硬，他的手腕、他的口条都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目前韩国院长在立法院的民调跟人气都比过去当高雄市长还要更高的原因。那你要知道，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很多问题哈，解铃还需系铃人。那现在目前朝野的问题。柯建铭总召他比较硬嘛，对不对？那可不可以主荣泰院长不要这么硬？那因为哈五二零下礼拜一他就会就任了，其实基本上、这个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按照往例，新任的行政院长他一上任之后呢，一定会立刻到立法院来，三个党团都一定会拜会。是，那拜会之后呢，包含了院长、副院长会拜会，所以呢，现在就期待一个状况，等主荣泰院长他一上任之后呢，一定会到立法院去拜会韩院长。那么大师兄主荣泰出手，我跟大家讲哈。卓荣泰的身段是非常软的，赖清德他要挑战蔡英文，那、后来当党主席又挑而抵赖，谁当党主席？民进党主席也是大师兄卓荣泰，好，所以卓荣泰的身段是非常软的。等他上任之后，一定会来拜会韩国瑜。那再来我们要谈就是五二零要就职大典，那以往的话大家讲说就职大典谁去谁不去也没那么关注，但今年因为国民党一开始都说不去，结果突然卢秀燕市长说
我要去。那韩国瑜院长呢？他是一定会出现，因为两个国玺由国玺兼交，由现任总统交给总统当选，就是由立法院院长，非常重要。观众朋友，今年还有很多韩国瑜院长要出场的时候，包含什么？我先预告。双十国庆的国庆大会，国庆筹会的主席就是立法院的院长啊，对不对？所以呢，韩国院长会去，副院长也会去。好，那观众朋友你看一下哈、哦，那现在呢，张善政原本是议会的关系，是陈其迈也是议会的关系，他们现在都说我们来跟议会协调一下，也许他们就去了。那黄伟哲原本就说要去了，就只缺一个人了啊，俊尚哥是谁？就是侯友宜了哈、哦。那在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下，侯友宜今天有记者在问，他也讲说我已经安排好行程了，我虽然没有办法出席，可是我早就在。选完以后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当选人祝福他啦、啊，他也没有说生气，说为什么我不去不行吗？侯市长的风度还是很好的，可是他一天选择不去。来，观众朋友，我就讲了，2008年的时候，马英九当选总统，民进党的立委有没有去？有没有去？没有去，通通没有去。所以那次有没有搞得这样天都要塌下来？那时候当然也会问嘛，那时候我在跑总府，我知道嘛。柯建铭他这是总召嘛？那、这国民党的庆功宴我们去干嘛？我们不去，他们比较不会尴尬，所以是通通没去哦。我还要跟大家讲清楚哦，我支持蓝绿不管谁当选都要去。可是当年民进党是没去的，对不对？好，那2012年马英九不是连任了吗？对，连任了以后他的对手是谁？2012是那个蔡英文啊。那蔡英文有去马英九就职典礼吗？也没有啊。所以他们不是双标吗？我们还没讲完啊。那2016的时候呢？2016就蔡英文当选啊。对，那朱立伦有去吗？没去，没有。那2020不是韩国瑜吗？韩国瑜有去吗？也没有。所以过往哈、哦，两个人作对厮杀，三个人作对厮杦，选完之后，那个总统落选人，拍谁不好意思哦，这个这样大家比较听得懂，他都没有去的啦。对，520花花喜喜就一天，后面接下来的四年才是国人念之在之最在意的。来，我们看到整个国安团队正的负的。通通都就位了，哇！这个名单一摊出来，哇，又有很多可以讨论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棒新闻早就跟大家讲，很清楚四个字，国安团队就叫蔡圭赖水，是，通通都是蔡英文的人马，顾立雄、吴钊燮、对不对？这些都是。但是呢，因为他都是蔡总统人马，可是赖总统都把他用起来了。那公司这张照片，这个照片谁挑的？挑的这么好，有没有？顾立雄的就卡在其实跟蔡英文比啊，他们两个是一组的嘛。那可是你现在要用他了，对不对？以后国防部长是他。那会不会有汉格？会不会不听话？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因为毕竟呢，赖清德手腕也很厉害。只是说第一任的这个国安首长、国安会秘书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可是你要知道哦，他们不是当永久啊，又不是保四年，所以等到下一次，如果卓荣泰跟陈其迈，或许啦，我猜可能第二任的行政长会是陈其迈，什么时间呢、啊？我就先跟大家讲，什么时间？2027年的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当完了他的高雄市长之后，就是2026年的12月25号，然后立法院的会期结束以后，一月底二月初过年期间之后，可能就要改组了。对，那那个时候，顾立雄跟吴钊燮还会不会留在这个赖清德的国安团队当中？到时候就能揭晓答案。好，宇轩，我们回到立法院一样的大会议室，一样的朝野协商，一样是韩国瑜，一样是老柯。哇，这个吵成这样子啊！不，我觉得很奇怪哦。一般人被洗脸过一次之后，就会自己知道尴尬，不要再被洗一次。那当时柯建铭怎么会连续给韩国瑜洗两次脸啊？当时洪胜汉的时候，韩国瑜已经 get out 了嘛，叫他出去了嘛，被洗脸了嘛。那为什么你这时候还要再找一个中嘉宾来尝试突破嘞？那肯定被洗脸了、啊。所以韩国瑜道理很简单嘛，哦，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欸，拜托，当任过国大代表这个经验又不是只有你。那其他人也可以啊，那其他人我都没有请他来了，所以一并按照规矩，照套一句老柯的话，叫规矩来，哦，叫规矩来嘛，规矩够你定的，哎，叫规矩来嘛，所以大家就照规矩来办理嘛。但我现在比较担忧的是哦，第一啦，他们现在去炒这个到底赖清德的报告方式，我觉得是拖延战术啦，目的是要把环台高铁跟国道六号这件事情给拖掉，哎，给搞砸嘛。这个案子背后其实是老韩一手要推动的，我问过他本人。他本人说：“对，这就是我要的案子。那只是因为要去立法院委员会报告，我作为一个院长的身份不合宜，对不对？我一个院长，然后跑到委员会去跟各个委员报告，看起来很奇怪啊。所以还说最后才有傅昆萁代理嘛。哦，所以我说好，那你这个局面如果闹翻，它代表一件事情，朝野之间再无和谐可能，因为连最中立、民调最高的韩国瑜，你都要跟他得罪嘛。今天你硬干的这个道理，不是跟国民党对着干。”你是跟韩国瑜、欸，那你现在这时候再去讨论说520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出席？刚刚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为什么以前520从来大家不会讨论？不然以前柯建铭也是在闹啊，不然那国民党庆功宴我干嘛去？柯建铭也是这样讲啊，那扁女书信也都没来啊，四大天王民进党全部人大家都不来啊，那不是一个事哎、欸，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事。柯建铭那时候还援引一句话说什么？
执政党一直在追杀，一直在做政治迫害，我凭什么要去？那请问换到现在有差别吗？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变一个事？其实侯友宜也好，卢秀燕也好，陈其迈也好，蒋万也好，都不去或不去都没关系的。这事情不是一个焦点嘛？那为什么现在变焦点？因为朝野之间对抗到不可开交。曾几何时，在520赖清德就职之前，就已经被你柯建铭，就因为被徐小欣的事情，已经闹到风风火火，朝野之间对立至此。那对立至此，所以说现在这些国民党的人哦，不是说他们爱去不去，是他们很怕去啊。那去了肯定被骂了嘛？那你说去了，那现在好，卢秀燕去，卢秀燕冲第一个嘛，对不对？他当马前卒嘛，冲第一个，逼得连陈其迈也跟着去啊。他逼着蒋万也跟着去了 那蒋万跟着去了，这吧？陈其迈是最好代表嘛，连陈其迈都不去了，你跟我讨论这些，那请问一下，这些人会不会有压力？当然会有。那为什么侯友宜没这个压力？你说宇轩，你这样讲不对，侯友宜难道不怕被骂吗？他不怕嘛？为什么？因为他身份角色不同嘛。我今天跟赖清德，我们是选过举的竞争对手，我去很难看嘛。这是面子拉不下嘛？就像蔡英文，柯文哲也去，他不会觉得难看啊。柯文哲本来就。那三个字我不想讲了嘛，啊、哦，跟着本来就对嘛，所以我说按照这个逻辑哦，你搞清楚嘛，哦，所以这个状况，我觉得你民进党反而不要反思。所以朱立伦难得我认同他讲一句话，我用朱立伦话做总结，赖总统你说几句话吧，对不对？因为讲白了，巧心案到现在为止哦，林俊宪有没有打过任何一句话？没有，没有，林俊宪是没有打任何一句话的。哦、所以不要跟我讲说什么民进党中央也在打，我放屁，好不好？那根本不是赖清德的意志，请赖清德总统说一句话，到底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好，巧心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巧心，我们看到朝野对抗，朝野对撞，协商是战场，520就职典礼是战场，你跟吴钊燮也是战场，你已经跟大家预告了明天的战场。会很精彩啊！哦，绝对会很精彩的。尤其是呢，我这几天就减少了媒体受访，我就跟他们说，拜托你给我一点神秘感好不好？不要每天都是我，你们就等礼拜三不行吗？大家就直球对决嘛。我觉得我要讲的事情是哦，目前在立法院里面的双方攻防是非常强硬的。好，这就是在蔡英文卸任之前戏，那民进党自己可能群龙无首，所以呢一群人自己在乱搞，尤其是谁？柯建铭。哦，你看柯建铭去找了一个中嘉宾来，别人都三个人，就你四个人，这种可其他两党可以接受吗？当有三组党团在协商的时候，你多一个人进来还抢着要发言，那其他两边的人当然说，这你不把你赶出去，但至少你闭嘴嘛。结果老柯还在那边继续闹、哦、所以呢，我知道在司法 委员会的人、哦、都已经受不了老柯跟吴思瑶这两个了，每天进去都觉得耳朵很痛、哦、但是这代表赖清德的意思吗？很难说，因为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和谐的这个立法院跟行政院的互动，那我想请问赖清德的政策要怎么推？一个案子也过不了、啊，你一个案子也过不了嘛。今天如果你要让朝野对立到一个极致的话，一个案子都动不了。5月17号要表决，5月17号是在520之前的大日子，是表决日。那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到，所有党，所有包含民众党、国民党、民党全部动员，全部表决。到时候你看民进党输得多难看。现在连电业法通过之后哦。未来电价涨都要经过立法院的审议，你觉得这样子的法律对赖清德有没有利？绝对没有利嘛，他绝对不希望通过这样的立法，所以他就会来沟通。那最好的沟通的对象是谁呢？那当然是我们的韩国瑜韩院长嘛，因为我们都听韩国瑜的啊，韩国瑜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啊，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是想要降低朝野对立的，可是旁边很多人在闹事，好，吴钊燮就是第一个，好，没事什么林北吵架王啊，这个就会造成朝野有更大的对立跟更大的纠纷。那算总账的时候，抱歉，不是算在蔡英文身上，哎，他已经剩下没几天了，全部算在赖清德身上。你觉得他会开心吗？董哥，你怎么看？所以你可以看到吴钊燮最让人家瞧不起是怎么样？他用外交部的名义去告徐小欣，然后他两个月前他已经被发布国安会的秘书长。那接下来官司打的时候是谁在面对这个？是林佳龙新任的外交部长、欸、
他哪一个烫手山芋别人丢给他，这是很不道德的。我老实讲，因为你的新职务已经发布了，你怎么可以留一个摊子给整个外交部？大家都要继续受你影响去打这个官司。那大家想想看，一个部去告一个立法院的委员，这不是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各位朋友，我先预告，明天两件大事，啊，徐小新跟吴钊燮啊，在立法院会有一个好戏看。老柯哦，如果哦赖清德懂，他应该懂哦。就老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赶快把他换掉，因为老柯现在自己不能接受，他每天扮演战狼，现在民进党就两批狼啊，吴钊燮跟柯建铭啊，柯建铭认为说我不能像过去跟王金平时代，我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对不对？他在立法院纵横了二十几年，没有想到现在全部吃杯。他最讨厌的人就黄国昌，黄国昌就跟他演死对头，他每天骂傅昆萁。傅昆萁也不配合他，那这个你怎么玩？你是执政党的党鞭呢，所以他玩不下去，就开始哦拔草啦、我们闽南话就叫拔草，就是我给你烂了、那你烂的话，赖清德怎么办？赖清德还没上任，他现在有些动作不敢过大，因为总统还是蔡英文嘛，他也不敢去跟在野党沟通，因为我还没就职嘛，其实是可以，你是党主席嘛，可是他不敢，好、哦，他现在谨慎小心，好，那你现在都要很清楚。做一个政治人物，尤其你是一个执政的人，四个字最重要，政通人和嘛。是啊，你要人和政才会通嘛。啊，结果这些人一个在行政部门替你，哦、搞烂，一个在立法部门替你搞烂，那你还要怎么样做？你没办法做，还没上任就充满了荆棘。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自己要很清楚，你今天不是国会最大党过半数，你今天的所有的方式都要重新再来审视。我要怎么让我们马上要上任的赖清德他执政比较好？那你要执政比较好的话，一个原因就要妥协呀。过去王金平妥协的很过分，国民党都过半数，一直让很多事情给赖清德、给柯建铭去做，民进党就取得了很多战果。那时候是王金平的做法，那你现在你民进党要有这样的思考，这个做法，你很多东西就要妥协要让啊。你如果不让，还是要站到底，那就，一路的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赖清德要思考，赶快把前面的那些大石头把它搬开。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